九份是我很喜欢的地方，但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。疫情期间当然是九份这个地方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嘛，好，那我也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来这里走走，一方面让我从就地重游，那一方面呢也可以跟院长一起啊、来鼓励大家多出来消费，四处走走，到处吃到处买，让我们的经济可以很快的能够振兴起来。六十年，加油！我们走，欢迎各位，慢慢回我，对对对，加油！谢谢。啊，绿豆、黄豆，还有那个萝卜丝、泰国蜜、一楼柜，这两种叫高贵。今天是我们台湾第一间店，刚刚有一百多年。那早期的话是木头建造的。前从这边进去，再从这边出来。哎。你好，我哪里来玩的？你家在哪里？我家在哪里？有元洛神的耶。有啊。这个是台湾品牌啊，台湾台东的，这个老板为了帮助台东的果农，才开了这家公司。没有听。好，谢谢总统，谢谢。我们可以吃两个，谢谢。那我们这间是台湾的品牌馆，对对对。哦，好，我哪里来的？好，我的店长。欢迎。好，谢谢。